正统鹿里门算保庙高空烟火，可讲是台湾元宵节最知名的烟火秀之一。每年吸引数十万人前往朝圣。今仔日2月70日，台南市政府着亲临活动前记者会，交鹿儿门圣母庙主委王正龙等贵宾共同点燃迷你风炮城，祈求庆典活动顺利完成。鹿儿门圣母庙主委王正龙致辞表示：“今天啊，大家我向各位来报告，这个亚春舞啊，伫阮鹿里门圣母庙啊，我伫二建的时阵，60几年就开始啊，这个到阮第三次重建，复兴的时阵，就来加上这个国际烟火跟炸风炮，来恭送春舞安尼，足侪人来，就是讲吼，外国足侪咧讲，就是讲。”你若来圣母庙啊，无来看，看这个亚春舞，跟中春舞，跟这个高空烟火炸风炮是一生的遗憾，本来看过，就是回不去安尼。鹿里门圣母庙啊，为少年的到天公生啊，这个参拜，刚才这一套有超过20万人以上安尼。这个吴哥啊，今年这个元宵节。因为今年拄啊拄着元宵节，因为阮是过年礼拜第二礼拜拜六，今年拄啊伫元宵，有过来参加的，一定是50万人以上安尼啊。而且头即马我有讲的，就是讲啊，呼吁咱遮媒体的朋友啊，等下大家呼吁，因为咧抢春游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咧参加这个炸风炮啊，这个安全设施设备啊，一定要足齐全安尼。而且。你来看，阮圣母庙这个春舞啊，今年会较高，大家伫这个亲切爱民的市长跟各局处的局长，跟足侪校，跟人家民意代表，甚至啊，搁有美国、澳洲、欧洲，跟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各国的朋友啊，拢来参加这个国春舞啊，所以会较高，今年的春舞会较高。阮庙啊，入间以来啊，你来看较早，早了半个月前、三个月前，咧翕相的即个傅承尔家大家，拢甲你拔铁链啊，看若有高脚架，拔甲规个落底啊，甚至来破坏阮庙的迄个墙啊，这啊。啊，从今年阮开始，就甲你管制，我来管制，互人一寡摄影爱好者来报名。来报名呢，来庙来选出几百个，你当呢列落去翕，翕翕个了后，一挂相片和庙了后，庙个规个来整理，来集结成册来出版安尼。而且今年是龙年呀，伫只祝福大家龙年行大运，好运龙中来，祝福大家，多谢，谢谢。台南市长为着地主表示，各位好朋友。其实吼，拄只主要甲人讲啊，已经这些是非常不简单的。以一个江标的力量，会当变作全台湾啊，这元宵节吼啊，这个全台湾的最大的盛事之一哦，这些是最不简单的。你要看阿哥包括这个过年时啊，来甲咱台上新目标。来遮共同乐欢喜，来甲妈祖列为神尊王爷来祈求诶好朋友拢突破200万人，这些是非常不简单的代志。啊，到元宵的时阵要到一个高峰即几冬来我做市长逐冬来甲即、这个土城圣母庙来参加，开始的时阵有游行，还有边村舞即活动。一年比一年更较济人，就是讲没有最多人，只有更多人，今年估计起来应该当超过50万人啊，所以这实在是非常大的盛事。嘛希望大家一方面，元宵节就是欢欢喜喜、热闹的日子，另外一方面嘛要注重家己安全，因为人挤人客人，人挤人挡足济，但是呢，嘛真感谢咱圣母庙各位。咱王主委以及各位委员，大家用心来把这个民俗、宗教以及咱的文化上的盛事当办啊较好，而且咱密切热心来期待讲2月24元宵节的时阵，
大家小招来甲土城新埔庙来看上水的烟火，来看啊，这个来祈求上欢喜的边春舞吼，啊来甲妈祖啊两位神尊来啊恭祝贺喜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平安顺利，大赚钱，谢谢，感谢。庙方公布2月24日东港活动的流程，在时啊9点在丹门城举行迎春礼，下晡2点在新埔庙庙埕进行夜灯大汇演，暗头6点夜春牛大游行，暗时8点边春站抢春牛，预计8点半启灯启炮。灯会施放分为5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启炮仪式环庙烟火，将万花的烟火围绕台版紫禁城新埔庙，精彩壮观。第二阶段施放南门风炮，第三阶段施放元老主题高空音乐烟火，第四阶段南门风炮，最后则以举行高空花火大秀，画下完美的句点。花火加上风炮，总长2点钟。台南市政府特别提醒，欢迎民众参与庆典活动，但因为人潮众多，也爱请大家注意安全。以上是台北网新闻网报道。